这一卷是咋回事呢？他天天排兵布阵呢。昨晚上就是这一卷是吧？就是13号卷。又开始布阵了。哎呀，这羊真笑人！这是下午6圈，就像体育场，像不像体育场那个，步行的暴走团，是吧？这阵转的，圈转的，多圆多圆的。咦，这跑的不紧不慢，那段时间。都是跳着跑，跳着蹦，蹦老大高了。现在不蹦了，这稳稳当当的走了。你看，又开始转圈了。又转圈了啊！啊，我一看把你带跑，太疼了。看看吧。这地方不高兴。啊。就是啊，探过啊。咦，你看，你看，都开始往那边儿。往那边你看排的多宽，这有一个空，快接上。啊，是吧？这那个羊还在那等呢，等等等等等等，接上。接上走。嗯，这是录。没给谁录，就是录下来。你说这羊神奇成啥？你看羊又开始转了。奇怪啊！哦，还转这么远。你的像素往前边来一点，那是反光了，估计是。你看多远，越转越远，越转越远，不是越远越转，全部都上阵了。